好，这是我的第一个作业的最多垃圾的一天。那天的中午呢，我吃了麦当劳；晚上呢，我吃了有点偏日式的料理。日式的料理缺点就是什么？它每一个东西都要分开装，而且我刚好又是外带，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垃圾都是我造成的。于是呢，我就开始想我的垃圾减量计划。我的第一步骤呢，就是尽量不要外带，但是很困难，因为很想要回自己家吃或回宿舍吃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其实这一天没有记录到，其实我很爱喝饮料，饮料我不喜欢手摇杯，我喜欢的是铝箔包跟保特瓶，这两样是我没有办法带保特瓶去装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尽量戒掉这个不好的地方。再来就是卫生纸。但是卫生纸也是我用量非常大的地方，不过呢，我就会想办法，就是尽量能重复利用就重复利用。像擦桌子的，我就先放在旁边，然后我等下再拿来擦一次。好，我就给你们看我减量的第一天有没有非常成效，因为这天的。我是不太吃早餐的，因为早上没什么食欲。我的午餐跟晚餐呢，几乎都在女二解决，或是各种餐厅解决。所以用到的那些卫生纸我没有记录了，就是擦嘴的那些。然后这天我买了，保特瓶喝水，因为我忘记带我的那个瓶子。然后跟我吃了一个零食，我就制造了一个垃圾。那天真是罪恶。然后呢？接下来我又吃了零食，我呢，这个饮料跟零食真的非常难戒，不过这已经很少了，我平常吃的更多。好，然后呢，六日，其实这六日呢，我就回家，我就跟我妈说，老师说我不能再制造垃圾了，然后我就叫他一样煮的。其实我们家的生活习惯呢也是非常偏外食族的，于是呢，我妈呢就被我半强迫着要做料理，所以呢，六日其实是没有什么垃圾的。好，接下来到礼拜一非常的繁忙，于是我就忘记了垃圾减量这件事。早餐我没有吃，因为又没有食欲了。我吃了一个可丽露，它就有一个袋子，啊，没有办法，甜点我真的戒不了。然后呢，中午的时候我就吃了女二楼下的外带，然后呢，我又制造了一堆垃圾，跟喝了一瓶饮料。但是呢，我一吃完，你看我拍照就知道了，因为我想到了。于是呢，我晚上我吃那个餐厅里面，哈，然后呢，这个。之后呢，我就又实行了我三餐通通吃店家里面的习惯了。但是这一天我制造了一个垃圾，可是它不能说是垃圾，它呢，我后来才发现我可以拿回家再装补充包，所以呢，这不是垃圾哦，这不是垃圾。好，这一天没什么垃圾，然后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就实行了那个三餐吃，不是三餐吃外面，两餐吃外面的习惯。所以这几天我都制造的垃圾就是卫生纸，卫生纸真的非常多。六日呢，就是又回家了，要胁迫我妈妈煮东西。好，再来就是礼拜天制造了一个为了要保养的，喝了一个四物饮哦。这没办法，它一定有垃圾，不然我要。还要去买中药来煮，这太方便了，这个很好哦。然后就是这个垃圾减量计划呢，我觉得主要跟大家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有关。像我们家就真的非常常外食，所以我有这个外食，不是外食，就是外带的习惯。所以我觉得一时之间要改很难，不过呢，你们只要肯努力，我相信你们都很棒。好。谢谢大家。